所以说自己做呢，你也可以把手支在自己的下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全是摆成这个姿势不动。然后从第七拍开始，手从前面扶一下，扶的这两个位置就是还是两个半舞的位置，扶着它们，然后把你的身体往前钻出去，然后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，两个手从侧边拿起来握拳，交叉在身体前侧。好，继续往前钻，然后慢慢坐在半舞的腿上。然后自己，我自己坐的话呢，也是站着坐啊，稍微意思一下，感觉是坐在一个什么地方上一样。然后继续，手右手从大腿开始往上摸，摸到脖子锁骨这个地方，摸过来以后，直接把你的手从头上转一个圈儿，转过来，头也是这样子转圈转一下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大四，这块儿大四，这样子拍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手，因为它是坐着的嘛，所以说这个金井下的手它可以直接扶自己的腿，然后咱们呢就可以这样子摸一下，然后把头注意一定要卡在拍子上，转到侧边，大四，然后继续起身往前走一走，然后做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先来说手在身体侧边先是抓一下，然后往上举一个位移，再抓一下，是这样子两次，一二两次，同时胯的位置也是两次，一次两次，转两次胯，搭配起来一二，好，两次了之后，两个手在身体侧边踏，同时往侧边打一下，打一下之后往回走一走，走到自己的位置上，继续后面先从右手开始，从身前这样子往前伸一下，转一个圈儿，两个手同时，一个扶住腰，一个扶住头，胯往左侧顶，踏踏，往后顶胯，同时你的两个手同时张开，再合起来，是这样，看一下啊，转一个圈儿，踏踏到这儿，然后继续后面手的动作，扶肩，扶腰，是这样，然后最后扶腰的这只手翻起来，捂住。挡住自己的嘴，然后另一只手食指伸出来放在手腕的这个地方，然后继续像一个笑脸一样的画一个弧度，是这样子的。再看一下手的动作，踏踏踏踏踏踏踏，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来做腿，手先是右手起，所以你的胯先往左边转，大大大大，到这里以后过来，上手转，是这样，踏或者同样的方向啊，手往这边，然后胯也往这边，一样的方向，感觉是笑了一下一样的那种感觉，踏到这儿，再来看一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继续两个手放下就可以了，然后你的头带着你整个身子从左侧这样子转到侧边，踏，转过来之后往前转手，正面看一下这个转手啊，踏，右手从下里往里面翻，然后左手往下翻，踏，这样子两次，然后同时腿呢，你也可以有一个往外开，再收回来，再往外开这样的过程，身体也是往侧边冲的这种感觉。整体加起来，踏踏到这儿，然后继续，左脚迈过来以后，左手放下，然后右手从你的手腕这个地方开始往上扶到你的大臂，转过身来，踏，再两个手在下巴颏底下往上再画一个弧度，到这块，这是前面第一段的所有的动作，我们来尝试编一下音乐。然后刚才第一段补充一下啊，就是从这块踏踏踏到这里以后，两个之间还有一个动作，两个手同时把手放在左边这个胯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同时呢腿也是分开站，踏放在这儿，然后继续两个手同时拿到你的右边的头侧边，叠手的这个顺序是左手叠你的右手放在这儿，竖着放在这儿，
然后继续两个手同时往上翻，有点像手臂的位舞一样，这样子翻起来，然后带着你的左手这样子环绕自己的头绕一圈，是这样一个效果。再看一下啊，这个动作绕自己的头，先是你的下面的这只手动，然后带动你上面的这只手绕一下圈，环住自己的头，是这样打起来，就是有点像这种拿手臂做这种威武的感觉啊，拿下面的手带上面的这个手，一定要是这样带起来的，然后放在头上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放在这儿做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踏踏到这儿以后换过来的同时，把你的胯也是换一个方向，开始在这边右边左边，然后右边，然后左边到这儿，然后继续后面的动作，就是转一个身，然后往前这块，后面都是一样的了，刚才讲过了，所以补充一下，就是补充一下这个手的这个点啊。好，我们来背音乐吧。